please. Turn over. Camera set. Action. David 嘅呢個藝術創作嘅人生咧，佢就喺2009年嘅時候，佢就攝製影視廣告《哥魯納》啊渡輪嘅呢一個咁樣嘅作品，咁啊榮獲咗喺雪梨蘇特蘭嘅呢個海運協會嘅一個榮耀廣告獎嚟。咁喺同年期間咧，佢就攝製咗自傳嘅影視《繪畫人生》。咁亦都係榮獲咗一啲獎項嘅，咁呢個獎項叫做 Chuck Barry's Award， 就係卓巴里斯嘅銀幕獎。咁喺2015年嘅時候，佢就同澳大利亞天和電視台嚟係合作攝製澳洲華人嘅歷史嘅一啲咁嘅記錄。咁喺同年期間咧，亦都參加咗亞洲小姐選美澳洲區嘅呢個攝像嘅活動。咁啊，喺跟住喺2017年咧，佢又創辦咗澳洲華人電影藝術協會，咁匯聚咗好多精英嘅藝術人才，開闢咗一片新嘅藝術天地。先師。咁李敏博佢曾经有一番咁样嘅经典嘅说话，咁佢话：我唔理你系边个，每个人都有独特而且精彩嘅人生经历噶，关键系你点样去挖掘题材，同埋去点样去表现出嚟啫。咁呢个系制片高手嘅本领啊！所以从艺术的创作上面，他深深地体会到所追求的哲理。这个哲理就是什么呢？他说赢在内涵，胜在创意，而精在构思，美在摄制，意在神髓之中，贵在用心。雖然 David 自從2009年至到2018年喺呢一段咁長嘅時間裏邊，拍攝過好多嘅作品，好多嘅影視嘅有關呢一方面嘅欄目，但係令到佢最得心應手、最覺得自豪嘅代表作品咧，就係2014年嘅時候一個作品。咁呢個作品咧，就是有關他爸爸的一些藝術人生的寫照的一個作品。這個作品之所以出現，就是一句中國的名言就激發了他做這個作品的這些這樣的活動。這句說話就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就是這一句這樣的說話。李敏博就花了3年多的时间在悉尼和广州两地穿梭地奔波，来实地地摄制了20多集有关他爸爸就是中国著名的书画家李嘉培的艺术人生名人纪录片。这部影片是以孝子之心来去报答他父母的亲情的。咁呢個項目嘅意義就係承傳咗中國傳統嘅文化，對藝術家嘅生命、使命、事業態度，為社會創造價值嘅重讚。呢個兩塊 DVD 咧，就係我剛才所講嘅呢一個作品啦。咁呢個 DVD 嘅作品咧，
真係非常之有歷史嘅價值，係非常之能夠代表李敏博嘅作品。呢部影片係得到澳洲駐廣州領事館嘅副領事嘅祝賀。澳大利亞駐廣州總領事館在這裡宣讀賀詞，仲得到中國當地政府以及藝術團體嘅隆重歡迎。咁啊，官方咧仲為咗呢一部咁嘅影片咧，舉辦咗首映嘅活動噶。去傳播我哋嘅中華民族嘅傳統嘅思想。咁呢部影片嘅攝製方面咧，佢係特別咁運用咗電影攝製嘅手法，又通過燈光嘅打燈啦，並且係運用鏡頭嘅切換同埋機位移動等等嘅呢一啲嘅技術。咁啊，仲有咧生動嘅旁白添，有優美動聽嘅音樂同埋音效，咁啊創造出好多更精彩嘅視覺同埋聽覺藝術嘅效果。咁所以肯定咁講啊，呢一個影視項目咧係真係係珍貴嘅歷史，係真情永遠嘅。一直默默耕耘，以一筆修練心性，將藝術創作不斷嘅昇華。把艺术指导宗旨。到2018年的时候，他创办和摄制了澳洲艺术新天地、创业精神以及细说人生以及澳洲美食等等呢啲咁嘅節目，咁就講出我哋澳洲人嘅故事，盡展眾人嘅卓越才藝，亦都展現佢哋非凡嘅人生。嗱，呢啲就係李敏博作為一個影視藝術家嘅一啲使命感啦。Last week we talking about the composition that is.李敏博一直以来都希望将自己几十年来的一些艺术上的学养呢，是传授给一些新秀的。他希望能够无私地跟他们分享。他早在1993年的时候呢，李敏博就已经办学了，教授绘画的基础的技术。咁佢直到現在咧，仍然係繼續嚟去教學嘅。咁繼續係將佢嘅美術攝影同埋電影藝術嘅經驗同埋體會嚟去無私咁樣係傳授俾一啲學生，咁好讓培養佢哋嘅性情嚟去為社會藝術界係創造未來嘅。电影摄制咧，系李敏博佢嘅艺术生命嘅诉求嚟噶。咁所以佢喺屋企咧就搭建咗电影院喎。咁佢经常邀请啲好朋友咧嚟去睇电影噶。咁而且咧就话佢咧就常常咧大家三五成群咁样咧就喺度倾啊睇电影啊，有咩嚟真噶？大家看看我现在这个环境呢，就是李敏博屋企的阳台了。这个阳台地方虽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很多花花草草的东西真的令到人呢是心旷神怡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李敏博从事艺术创作的温床来的。咁佢每日喺度攞住杯咖啡，坐喺呢一个咁大自然嘅优雅别致嘅花园仔里面咧，真係享受到嗰种嘅宁静致远噶，嗰种嘅享受生活嘅方式。咁佢孕育咗好多创作嘅灵感嘅。咁佢常常喺呢度静心咁样去睇书嚟学习。並且將多年的在藝術製片方面的心得很精心地編寫一些講章來去教授學生的。
与此同时咧，佢为学生嘅艺术作品系嚟去作分析评分，吓咁啊。常常寫上一些簡單的評語，雖然是點點滴滴的評語，但是對學生來說，就是不單止是一種鼓勵，也是師生之間的一種真情的一種交流。人的生命就好像活在山水之间，水送山影，天地有情。而天空呢，有美丽，亦都有单调；有阳光，亦都有明媚。人生就好像一座延绵起伏的大山，有顶峰，亦都有低谷。无限的风光是在险峰的。大海呢，就好像人的心灵面向着无限的辽远，它的辽阔、宁静、汹涌、奔流，好像人生必须走过的道路一样。大海不单单是仅仅拥有的一种色彩，它所拥有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生命。而李敏博对影艺事业的追求和奉献，亦都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不断追求突破的精神。这位就是志存高远的影视艺术家在历练中的生命，而这种生命是永无止境地捕捉着、描绘着最美丽的世界。我们衷心祝愿这位电影电视和影艺、制作家继续努力去书写华人澳洲影视艺术的新篇章。